有请第二名来，郑凯和鹿晗。也有可能是郑钧和他儿子吃午饭。郑钧和 Jagger 吃午餐。Jagger 要 Jagger， 哎，可以啊，查一下，查一下。这是《爸爸回来的》第二集。谁认识郑钧？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我好像认识刘云。啊，真的。西安。问问刘云，郑钧是西安人。西安人。Hello，Hello。云姐你在吗？我问你啊，我正在录跑男，然后我在西安，然后我得到一条线索是郑钧和 Jagger 吃午饭。他吃过两个？对。你确定两顿都是午饭吗？我看他这应该是。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羊肉泡馍吧。你看，对呀，应该是羊肉泡馍。你说的其他那几个 ，Jagger 那么小也吃不了啊，应该是羊肉泡馍。这算作弊吗？这不算作弊，这叫智慧，知道吗？智慧。虽然郑钧刚才侥幸让大黑牛和夏雨赢了第一局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智慧不够好，是没有我们强。对，我们有速度、颜值和智慧。对，肯定我告诉你，别人也在车里查呢。这帮老鬼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省力省心的，肯定都查呢。